顺应时代，再现军车风采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琴。对于这款六驱车，我们已不再陌生。在军车领域，东风汽车公司凭借深厚的技术底蕴和丰富的制造经验，推出了众多备受好评的车型。这款自卸车就是基于东风六驱 EQ2082 底盘改装而成，不仅继承了东风军车一贯的高品质与耐用性，更通过独特的全驱动技术实现了强大的越野能力和超高的承载性能，广泛应用于矿山、建筑工地、应急救援等多种复杂工况。通过外观见实质，到底有什么让人称赞的地方，让市场割舍不下？关注我，往下看。